温州呐，温州讲迄个讲袂赢啊，讲袂赢。哎呦，本地我每人报啊嘞，伊上出名。那有只中午就听到伊讲，捌讲失败，讲到规条命用电断气。没啦没啦，你放心。哎我了，反正吃个榴莲，够够够，够够够。我了，阿妈，飞机搞了，什么搞搞无只机啦？哎呦，贵家公司别先吃大盐。啊大盐大盐，阿妈，阿大盐吗？真叫大盐。大盐，要唔讲吼，有条件。我就知，无阮少爷生在这里烟斗，人老可能要嫁伊。无啦，无。我风度翩翩，我气质的人。刚才看我这支嘴，我就讲吼，阮的好家伙公子生做少烟斗。我讲叫做烟台，叫烟台啦，叫烟台。哎呦，够有条件，那没有？知影讲伊的形容词是怎样哦？主席，主席，嘿啦，主席在讲啊，安在来了哟。点点啦，你怎么我讲啦？不是，不是，我主席在做电台。主席哦，骑白马，骑白马，嘿，我晓啊。啊，搁穿白色的西装，准备游别楼。啊。不是吃白米过三关哦，无啦，你吃白米过三关的，又好穿哦。安尼简单来滴，我跟你讲，白素衣啊，吼，拢爱穿一组啊。爱西装，爱西装。白米我买一件。你从来唔捌骑马过呢？我哩啦，我没有骑马，我咪用钱。啊，买老贵吗？哎，讲啦。你去应该唔好去啦。哎，你讲你讲，你唔说咩啦？你哪去哦？安尼哦，就都泡公啊嘞。泡什么公？公子话你食烟斗，爱叫一个比你较歹。对啦，叫一个普通的叫叫一个叫干一个。对啦，爱代替你去。我是做比赛，对啦，你做比赛新娘就好啦。新娘不好意思，是看新无看旧，看旧人人无。啊，我比赛无。伊袂晓打啦。你袂晓骑咩？我袂晓骑咩？一箍箭头，箭头嘛无行。你讲个什么话？我小心咧。你小心。无我讲笑啊讲。小心啦！笑你了知。我还讲咱厝内有一个普通的。做咩做咩？啊！就你表的你咧，啊！叫吼，我用用我袂记的吼。对啊，永年伫咧厝内面食羊饭对无？叫伊替你行一撮啊。啊！食羊饭是袂使哦。无。会使。表弟，你有意见吗？会使，会使。既然讲做你叫吼。表少爷，来咯。哈哈。快点表娘。来来，叫叫你啊。表娘，你今日做啥物代志啊？啊！对对对对对，好对啊。我是表娘。出去。你到底做了有收视无？真收咯。吼，安尼哦，啊是讲阿彪遐有代志要拜托你啊。卖讲拜托，我若做会到，一定答应你。啊，用介好紧来，你开枪，我就解决。因为我吼，介伊白家白手面手脚，所以呢，现在要讲面对面要说话，所以我希望我身边的代表，我心情袂变，往后白家用白头。代表你，当有出息。对，我话你哦。喂，彪兄。喂。婚礼大事，非是你当得游戏。对方呢已经提这个意见，无论怎样，爱你本身出面。我代替你邀白楼，互伊看一个娇细仔，让剩下都是骗我的。阿伟答应，叫我这样，我无答应。哎呦，不要着急呀，我是无骗婚，你敢知？哈，你是代替我，阿叔唔知恁要表扬我。我最近吼，这几天我叫感冒，咳咳痛。我开了想要钱，借了想要倒，倒了我就无想要爬起来。你大姐，我不想看见债债，到时阵嘛是我来闯鬼门，红山幽园嘛是我，在哪里来骗阮啊？要若安尼讲起来，我非去不可。我表兄拜托一个去啦，保留。我表个死哦，若是表兄你收留我，我又搁不敢失笑。为报答你恩情，表娘。哎，安娜，我答应你。哎呦，答应我，紧嘞，紧嘞，紧嘞，啥话我传出来？回去，这边往外。